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啊，好，开始，开始，我们来运动一下，一点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听你听你。我要提手机啊！哦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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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老老风版本的《听你的心》听你心，听你的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就介意傅凯，还有没有什么话？你有啥物话要甲讲无？我讲喜怒喜怒凯，我做介意你耶！阿凯啊，我做介意你啊！阿凯啊，欣赏你耶！哦，都欣赏你耶！安尼哦，哎呀，因为阮家有一个，遐唱歌嘛做够的，你要听伊唱歌无？我听你听你，我听你听你的一生，你爱我爱我才认真，差不多。好听无？好听好听，谢谢。等下我要提手机啊。哦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每个人都要先，每个人都要先拿手机。假如今天傅凯在你们面前出现的话，啊，你们会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？在面前出现，就希望他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然后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红，哎，然后唱歌越来越已经很棒。大家我们看一下那个，哎，收音的是对我们这边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本来因为新来拍谁，因为爱修温家恭维他挺好情色啦。可是你要靠近一点，你靠近一点好了，嘿啊，不要这样呢。对啊，怎么说？靠近一点，不，你卡家啦，你卡家，卡嘿，卡家啦，卡家啦，嘿，我帮你夹啦，安尼啦，嘿，啊你，哈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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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跟大哥一起唱好抓紧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三三地三高架，好耍好你呀，这阵雨水是主啊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旧段，你好心来牵挂，谢谢。好感动哦！即马徐富凯伫电视咧看影片哦，啊，即马在即时的吗？嘿，无来无即时。预录啊！预录预录，哈！你有啥物话甲徐富凯讲无？我也是那句老话，嘿，歌声超棒的啦！歌声超棒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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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敢有看过伊本人啊呢？诶，本人。应该不是当场碰面那种感觉，不是当场碰面那种感觉，啊，是什么感觉？是有看过那种感觉，是有看过，很帅啊，似曾相识那个感觉。如果突然他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不会有什么？不会吓一跳，不会吓一跳，因为他很帅，很有亲和力。哦，没有，那我看一下你会不会吓一跳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看你有没有来。伊无来，伊在电视内底啦，系啊。他会在电视出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那个麦克风举高一点，举高一点。我先醒来，然后看谁？看麦克风哪会来过？无啦，无啦。你来甲讲，要看到伊本人。无啦，伊本人伫电视内底听你讲话啊。哎，大哥，来，大哥，加油！来，你牙不要碰起来，来来来。对啊。大乔贺，第一工上班都袂晓牙碰，来，你徛大哥边啊。大哥你好。喂，大哥面前一点五来，你都没敢给。假设有一天许富凯在你面前啊，你希望富凯唱什么歌给你听？唱祝福吧。哦，祝福哦。啊，现在无，因为今麦的富凯今麦在看嘛，对，他有连线，啊，声音有唱出来啊。来听听看现场有没有祝福？听听看，听话，你注意听啊，话超紧哦。啊，声音有唱出来，喂，听话嘛。喂，富凯。喂。
像丝丝寒寒渗着你的心。是吗？是是吗？是吗？我认出来的，因为我知道他有挂耳环。哦现在心情怎么样？你们想要对他做什么事情？很开心。对，做什么事情？做什么？握手就好了。握手，握手。还是害羞，害羞，放肆。是，像我儿子一样，我有两个儿子。哦。这第三个，第三个。对，就像疼爱我儿子一样。当自己儿子。关心你。哇，我嘛是南投人。哦，我嘛是，我嘛是，我嘛是，对对对对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